今天来到这里，这一家药房这里找一点药，然后的话拿那个茶油的茶一下。现在来这里看啊，这里就是卖药的这个地方啊，有没有？再拿一盆那个东西茶一下。执一点这些药回家吃一下，看什么情况。这里好多啊，你看，什么都有。这里，来这里看一下，看行不行？我们这里这个地摊就是这样摆的哈、这个阿婆八九十岁了。这个有。红的红牙膏。个颈今日揿得还用手啊，用手揿过去。有啲辣，揿过嗰啲皮肤啦，系嘛？茶药就。要执了这个回家补回家茶，这一袋东西几天的药啊，有点难受啊，这样的吧，怎么整啊？你们说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？这个腰中间啊，腰椎啊，腰椎痛啊，怎么办？你们说，谁告诉我这个什么情况？怎么样才会开一点好？疑难症啊！回家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我带你们去兜一下风啊，兜一下街啊。这种的街是这样的，知道没有？我们家乡的街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么漂亮的，这么多人的这条街，这么多靓女的，是不是是这样啊？现在的话，天天执药吃，不是几枚呀？这样有一点难受，有一点难过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个情况，回家了啊，什么城都没有，又发了钱啊，现在的心好像大石压下来一样，大石压心口啊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知不知道人呢，没什么最好不要生病。伤病是最难过最难受的，我跟你们说，知不知道又难好啊，这个心啊真的好痛苦啊，这样啊，知不知道天天补那个药吃，这样怎么行？有什么方法可以开一点好的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，谁勾一下我好不好？谁能勾一下我啊，我这个腰好了，我要去赚钱啊，养家糊口啊。腰不好的话怎么养家糊口？家里这么多人吃饭，是不是有？而且这么多孩子，是不是还要读书啊？还要买衣服他们穿啊？反正要花钱的东西是好多，想想都有一点难过。兄弟们，这个腰不争气啊，疑难症啊，太难受了，这样搞法怎么等？有没有人能救一下我？我
才三十出头啊，就这样，什么时候熬到老？是不是？啊，身体不适有点难过。